俗话说，无鱼不成席。中国人逢年过节请客吃饭，主菜十有八九就是鱼。香酥化骨的小鲛鱼，热烈霸气的石屏煎鱼，酸辣开胃的客家小炒鱼，鲜嫩爽口的淮扬煎焖鱼，每一种吃法都令人拍案叫绝，再挑剔的味蕾也会被征服。请跟随我们，开启一场舌尖上的全鱼盛宴。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周口淮阳，水资源丰富，这里正在进行一场百鱼宴。当地的几十家餐厅带来自己看家的鱼类大菜，要在味道、造型、创意等方面一决高下。煎炒烹炸，烧烤焗焖，大厨们都使出了看家本领，光是造型就看得人眼花缭乱。至于味道，看看食客们的吃相就可知一二。在精彩纷呈的各色大菜中，一种小鱼汤貌不惊人，口味却令人惊艳，得到评委和食客们的集体点赞。这就是淮阳名吃小鲛鱼汤。小鱼酥香化骨，浓汤顺滑粘稠，面筋筋到弹牙，不同的层次和风味在口腔中碰撞融合，带来独特而新奇的味觉体验。凌晨四点，整座城市还在睡梦中，段燕杰和秦燕春夫妻已经来到自家的小鲛鱼汤早餐店，他们必须加快动作，赶在第一波早起的食客上门前做好准备，熬好汤底。起锅煮开水，先将手工制作的面筋煮至口感筋道，再加入20余种香料混合而成的秘料，就给整锅汤的味道定了调。接下来这个小妙招，想做胡辣汤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好。洗面筋的芡水可是个宝，把它加进汤底里，才有浓稠黏糊的口感。接着转小火，等锅边泛起细腻的小泡，加入老抽上色，清晨5点，第一波食客已经上门，冒着热气的浓汤加入香油、陈醋，点缀上葱花，最后撒上一把香酥诱人的小鱼，便是一碗地道的小鲛鱼汤。小鲛鱼汤的最佳搭档是各种外焦里嫩的主食，将水煎包或千层饼裹上汤汁送入口中，体验脆与韧、香与鲜在口腔中的极限拉扯。
下午，夫妻二人回到家中，准备第二天所需的食材。趴地虎，这种淡水中的野生小鱼，就是制作小鲛鱼最理想的食材。您别看它个头小，身上全是肉，炸完骨头都是酥的，香得很。接下来这一步可是费时费力的细活。每天小店里所需的小鱼在100千克左右，1000克小鱼就有近2000条。从不计其数的小鱼中挑出杂鱼，得有双火眼金睛，但美味值得付出。拌上秘制香料，为小鱼去腥增香。在河南，胡辣汤江湖中的流派数不胜数。如果你要在家里做胡辣汤，必不可少的就是胡椒、辣椒、大小茴香等八大味。为了不掩盖小鱼的鲜美，胡椒和辣椒都减轻了分量。如果你吃不了辣，也可以少放。拌面粉，小动作也有大学问。跟着做的朋友们注意了，动作一定要轻快麻利，面壳够薄，小鱼才能炸得酥而不硬。炸鱼是决定成败的一环。完美的小鲛鱼，不论凉热，哪怕泡到汤汁中，都要保持香酥的口感。每次炸鱼，都要段燕杰亲自操刀，连秦燕春都不敢轻易上手。我干了20多年吧，但是我没有炸过小鱼，错那10秒钟或者20秒，鱼炸出来的口感都不一样，要么就是有点不熟，要么就是有点苦。如果你要在家中炸小鱼，把握油温很关键，140摄氏度左右最合适。判断火候的核心秘诀，全在这个用罩里翻小鱼的动作之中。在油锅下翻一下，要有上下均匀，然后在翻的情况下也可以感觉到。直接听声音就可以判断出它有多嚼。这时的小鱼已经是外酥里嫩，十分鲜美，要是当追剧小零食，准保你停不下来。但这还远远不够，等待小鱼降温的同时，要将个头偏大的鱼单独挑出来，剪成跟其他小鱼一样的规格，大小均匀，才能保证同时炸至酥脆。第二次复炸可得打起12分精神，拼手速的时候到了。当小鱼炸到金黄时，务必眼疾手快，在20秒之内快速捞出。你炸到半成必须得捞出，它在变凉的过程中，它也会慢慢的就是会变焦。你家里要是没有小鱼，炸带鱼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小火慢炸，留心观察，当鱼皮变得焦脆金黄时，鱼肉也有8-9成熟了，赶紧捞出，别犹豫，余温就能让它酥得恰到好处。小鱼，小吃，小店，一碗小滋小味，在很多人眼中或许平平无奇，却是独属于淮阳人的早餐仪式感。早起一碗小鱼汤，
一天到晚顺当当。如果这个或是下一个假期有机会到淮阳，也推荐你去尝一尝。江西赣州厨师杨福林正在用草鱼做一道近乎失传的客家名菜，这道菜只有赣州的大厨师傅才会做。选用新鲜草鱼，用直刀切成一刀连一刀断一样厚的鱼片。难度如此高的菜，在家尝试成功的可能性很低。看我们的节目可以一饱眼福，如果想要一饱口福，这个假期就是不错的机会。用鱼片包裹住调好的肉馅，用擀面杖沾上薯粉，在边缘处反复捶打，让鱼肉在薯粉的作用下充分粘合。如果是第一次做，很可能鱼肉垂烂了都不能粘住。这看似简单的一招半式，正是中国厨师深藏不露的过硬功底。沸水中将鱼脚汆熟，放入盘内待用。葱姜热油中爆香，放入数小时熬制的高汤。开锅后直接浇在鱼脚上，一道赣州名菜蝴蝶鱼脚便大功告成。这道菜以鱼肉为皮，猪肉为馅，再加上高汤的加持，味道鲜美，吃过之人无不赞赏有加。但是这样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名菜，却也面临着失传的风险。老赣州的传统菜的话呢，它讲究一种工艺，费时费工，所以的话呢，现在的话呢，很多酒店就不再用了。就像我们这个蝴蝶鱼脚一样，现在基本上就是很多酒店它都不再做了，而且很多这种年轻厨师他都不知道有蝴蝶鱼脚这一个菜。把做工精巧、工序繁复的赣南客家菜传承下去，在杨福林心中，这是自己的责任。为此，每个月他都会尝试一道传统的赣南客家菜。鱼啊，今天还有一点便于炒鱼，我来看看，我来看看炒鱼这个，哎呀，那个大炒鱼，好，可以，今天我们买条炒鱼来，做个小炒鱼来，可以，这条鱼可以，最近生意还好吧？打的鱼还多吧？多，差不多哈，好，称一下，两斤九两，好 ，OK。好，谢谢啊，我走了哈，谢谢。上次来。买到好品质的江中草鱼，只是制作地道赣州小炒鱼的第一步。这道菜酸辣上口，但却不用一滴醋，这是如何做到的呢？
选用鱼腩肉，这是整条鱼肉质最弹嫩的部分，切成薄厚适中、规格相同的长方块，加入调料腌制入味。上浆时必须选用红薯粉，红薯粉比玉米粉粘稠度更高，适合挂糊上浆，而玉米粉则适合勾芡增稠。了解二者的区别，也方便你在烹饪时选取合适的原料。当锅里的油表面无烟，四周开始向中间翻动的时候，就可以将鱼块入锅。这个状态下的油温大概是170摄氏度，厨师也称之为六成热的油。当鱼块炸至表面微黄，就可以翻面，整个过程火力始终保持中火。这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是厨师多年训练的经验感觉，手眼配合也是你在家烹饪照搬照抄的规范样本。油温你不能过低了，过低了那么这个鱼放下去炸的话它会烂掉，油温过高的话它就是会变黑。鱼块炸至金黄，捞起备用。此时一种特殊的调味料即将登场，正是这味调料让小炒鱼不用醋也味酸。餐厅的一间储藏室中摆放着几排陶罐，陶罐里是当地特有的一种调味料小酒。所谓小酒，指的是用米酒二次发酵而成的酸酒，因此用小酒炒制的小炒鱼酸辣之间也充斥着层次丰富的鲜香。这些小酒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，都是杨福林私家酿制，也是制作小炒鱼的独门秘方。如果你在家尝试，也可以用米酒加陈醋替代。锅中留油，放入辣椒、姜片、蒜片炒香，加入盐、酱油调味儿，在坛中取出一勺小酒代替醋加入，虽然只是小小一勺，但却让这道菜就此与众不同。将炸好的鱼块放入锅中迅速翻炒，小酒加入的时间必须控制在出锅前30秒钟以内，否则容易挥发，影响最终的口感。色泽金黄，骨酥肉嫩，鲜辣微酸的小炒鱼是赣南客家菜的代表之作。看似做法简单，但要拿捏精髓也并非易事。如果你反复尝试都不能成功，那可以来到赣南，真正感受一下客家菜的风情与魅力。人生在世，唯美食与美景不可辜负。喜欢荷花的朋友们快看过来，这个打卡点不可错过。每年盛夏，河南周口淮阳的万亩龙湖中上百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盛放，美不胜收。靠水吃水，守着这片丰饶的水域，人们总有享不尽的口福，吃不完的鲜美。咱同时往那边打这个顺风来。好，你再往好，好，这个中，这个再往可以，打五个嘞。啊，这个鱼就是可以吧？这个，哎，这可以，哎。干净了吧？你这往那甩。对于渔民们来说，龙湖鱼是从小吃到大的美味。但史树民今天还要找到另一种宝贝。那往这边走点嘞，
一大早，他就跟老伙计穿梭在荷塘里，为自己研发中的创意菜品寻找灵感。小荷才露尖尖角，史树民一看，做菜正好。哎，这一片可以，这一片。哎，对，好，王先生，这个，好嘞。哎，形状就给邻居是吧？我一看，拿出来叫他一看，啊，在这叫邻居。我这荷叶尖儿，这个可以。鱼包肉这一块，哎，论荷叶，论荷叶宰了，这可以做有心荷叶的鱼。出水芙蓉，清雅高洁。自古以来，令无数文人墨客才思泉涌。但在史树民眼中，荷花也是做菜的好材料。这荷花草没开的，没开，叫外边这个老叶一剥了，剥了之后做那个脆皮荷花是最好的，还透面是吧？如果你在家中尝试用荷叶做菜，一定要挑选这种两面尖尖、自然卷曲的嫩叶。这样的荷叶脆嫩清香，包着调好味的鱼蓉，裹上蛋液炸至金黄，就是一道清鲜爽口的荷叶尖酿鱼肉。含苞待放的荷花粉嫩清香，包出靠近花心最娇嫩欲滴的荷花瓣，手感简直比丝绸还滑溜。一番操作之后，居然能脆皮薯片，快拿小本记下来，你在家里也能做到。蘸上一层鸡蛋、面粉调和成的薄糊，油炸，等花瓣全部浮起，就要迅速捞出。这道脆皮荷花，定能带给你新奇的味觉冲击。在淮阳人的餐桌上，龙湖鱼是永远的主角。做法多种多样，水煮、油浸、生煎、酒糟，简直让人选择困难。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这道看似普通家常的煎焖鱼。不过作为被当地人盖章的名吃，味道自然不一般。哇，这个汤鲜得很啊。鱼汤它就讲究啥，酸中透辣，辣中透咸，咸中透香，香中又透咸。黄嗓鱼，当地人叫它黄鱼，也叫黄辣丁、昂刺鱼，是制作煎焖鱼最理想的食材。这种淡水鱼肉质鲜美细软，像海鱼一样几乎没有小刺，不会挑刺也不在话下。要在家中复刻煎焖鱼，如何处理鱼肉很关键。打花刀，让肥厚的鱼肉更易入味，火候均匀。挂面糊，既能吸收鱼表面多余的水分，又能锁住鱼内部的鲜美汁水。煎鱼十分考验功力，如果想要鱼皮不破、鱼肉不散，你可以参考这几条小秘诀。热锅凉油，小火慢煎，轻柔地晃动炒锅，让鱼在锅中缓缓滑动，鱼皮就不容易粘锅。不要急着翻，等一面鱼煎出焦香的脆壳，直到完全定型再翻面，避免过多的搅动把鱼翻碎。另起油锅，将调料香料充分煸香，加入煎好的鱼，
这时要加入一位煎焖鱼的灵魂伴侣，醋。什么样的醋香而不冲呢？就是小作坊他自己炼的醋，粮食醋，他有那个香酸那个味儿，而且他那个酸不是过，而且是很适中。粮食醋味道柔和，带着谷物丰盈的香气，是做煎焖鱼的首选。在煎鱼时加醋，是为鱼肉去腥增香的关键。加水大火滚开之后，便可转小火慢慢焖。几分钟后，醋的酸味已挥发了八分，只留下醋香焖入丝丝鱼肉。此时就可以加入盐、胡椒粉调味。如果你喜欢吃酸，也可以像这样，在起锅之前再加一次醋，这样滋味才够酸爽。如此，色泽金黄，鱼肉鲜嫩，酸辣鲜香咸，五味平衡的煎焖鱼美味极成，吃起来甚是开胃。如果春夏时节胃口欠佳，也可以在家中试试这道菜。赤瑞湖畔的云南省石屏县宝秀镇正营村，山水环绕，阡陌交错，600多年的历史让正营村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，也有着云南第一村的美誉。与这个村子一样历史悠久的，还有一道流传百年的名菜——石屏煎鱼。石屏煎鱼不仅味道绝佳，还有超长的保质期限。秋天做好一大锅，可以吃上一个冬天。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鱼可以做到常温放置几个月不腐坏？这奥妙就在繁复的制作工序中。厨娘卢林云是村里最有名的煎鱼师傅之一，她带着25千克油菜籽来到村口的老油坊。这里还保留着传统的经营方式，顾客自带原料，老板只收取榨油加工费。25千克油菜籽，大概可以榨取10千克的菜籽油。别看这榨油的设备简陋，但由于真材实料，1千克菜籽油的成本要将近20块钱。亚麻籽油胆固醇低，富含维生素 E。 如果你想一饱油炸食品的口福，又不想对身体造成太多的油脂负担，亚麻籽油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。石屏境内的地貌始于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形成的山间断线盆地，山河相间，水系发达，山上的雨水通过山林净化后不断向地势低洼处汇聚，便形成了一个个面积不等的水塘。王永光承包这片水塘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，养鱼经验老道，技术纯熟，撒鱼苗，喂鱼食，检测水质，收网捕鱼，每一个环节他都驾轻就熟。渔网中密密麻麻欢腾跳跃着的是王永光的幸福与喜悦，靠着这一网网的大鲤鱼，他每年可以收入20余万元。天然山林水养殖的鲤鱼肉质肥厚，没有土腥味，是当地人制作石屏煎鱼的上佳之选。
选用750克左右的鲤鱼，破肚去鳃洗净后，不需要去除鱼鳞，将适量食盐均匀地抹在鱼的全身内外进行腌制。也许你会问，不去除鱼鳞会不会有腥味儿？十平煎鱼由于工序复杂，口味浓重，因此可以不去除鱼鳞。但如果你在家尝试其他做法，刮鳞还是必须的。这个鱼可以放这么一点点就可以了，放在上面这样一擦一下，那个全身就入味了嘛，这个味道就好了。腌制20分钟后，必须将鱼身上的食盐洗掉。这个简单的步骤却能让腌好的鱼入味又不失弹嫩口感。在家烹饪的你不妨试一试。取松毛点火，加入大块木柴。锅热后放入2.5千克菜籽油。待油温升高轻微冒泡的时候，将鱼沿着锅边滑入油中，接触的瞬间，海浪般的油花肆意翻滚，如同金风玉露一相逢，造就胜却人间无数的美味。很多朋友在煎鱼的时候担心煎不透，所以习惯在鱼背改刀，这其实有着明显的缺点，鱼肉一旦划开，里面的汁水就无法保留，煎好的鱼很难达到外焦里嫩的口感。大火将鱼煎至金黄，就要调节火力，用文火慢煎，直至煎透。这个过程将持续近1个小时。好的煎鱼师傅要做到面面俱到，就要在煎的过程中不断给鱼翻身，极其考验耐心与体力。那个鱼你看着黄黄的，按一下那暗暗的就可以拉出来了。1个小时后，煎透的鲤鱼汁冷挺阔，鱼鳞鱼骨都变得紧实酥脆，咬下去满口焦香。此时的十平煎鱼看似已经大功告成，实则只是寻味之旅的开始，赌鱼才是它的制胜法宝。卢凌云正在为赌鱼准备调料，麻、辣、酸、甜，其中滋味包罗万象，这是他多年悉心研究的搭配秘诀，更是十平煎鱼味道的狂欢。热油中加入白糖炒至融化，各种香料一同下锅，不同滋味彼此碰撞，再加上2大勺清水，盖上锅盖，慢慢熬煮。慢煮1小时后，将调料全部捞出，在深褐色的汤汁中，加入辣椒油、麻椒粉、酱油、食盐等调味品，最后将煎好的鲤鱼放入味道浓重的汤汁中，在每条鱼身上浇满色泽诱人的辣椒油，不停地淋上汤汁，让热烈霸道的滋味沁入鱼肉的每一丝肌里。整个赌鱼的过程大概要1个小时左右，再加上备料和煎鱼的时间，一道十平煎鱼要耗费4-5个小时之久。
如此漫长的烹饪过程可能并不适合你在家尝试，所以更推荐你探访云南红河，一品十平煎鱼的美味。煮好的鱼颜色浓重，撒上一层鲜红娇艳的辣椒面，似乎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那股直击灵魂的热辣风味。儿子吃饭了。每年卢凌云做好的煎鱼，儿子都是第一个食客。你怎么那么吃难吃？我更不难吃了。这个从小吃到大的味道，是母子二人彼此惦念的见证，维系了家的殷实与幸福，更是石平人久久不忘的乡情。一条鱼，出身不同，身量不同，品相不同，但只要用心烹饪，都能满足人们的味蕾。希望本集的各种做鱼小妙招能够帮助你找到烹饪的乐趣，也让家里的餐桌上多一道象征吉祥幸福的年年有余。